最近由杨洋和江疏影主演的《全职高手》这部剧正在热播当中，这是电竞题材中少有的良心好剧，这应该是杨洋所有作品中造型最不走心的一次了。但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所以才符合男主的人设，低调不张扬，又特别有实力。杨洋之前也曾饰演过电竞题材的电视剧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，杨洋饰演的是一个非常霸道的人设，和《全职高手》中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。当然，杨洋也没有让大家失望，和江疏影配合的还是非常默契的。而这部电视剧播出到现在，火箭少女的官微突然转发了《全职高手》宣传，难道说《全职高手》还有火箭少女吗？仔细一看才发现，原来是火箭少女的成员段奥娟为《全职高手》演唱了插曲《最了不起的你》，官微才转发段奥娟做出的贡献。很多网友看了之后也纷纷表示，不说还没发现，因为大家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剧情上，就算是听过插曲也不知道是谁演唱的。不过段奥娟的声音还是非常有辨识性的，而且特别符合《全职高手》的主题。不得不说，段奥娟真的非常有实力。那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